把十五蜘蛛啊，光荣下播。这把只能反蹲的，这中上没有啥空。这下路有空，下路对面下路两个盾，这把可以三级抓上。这上路两个，这英雄两级就会打架的。我们直接三级去上，刚好可以逮到。这杰斯要磕两瓶药了，这剑姬还刷了两个不灭。那我感觉应该是剑姬要压着他打了。这个杰斯要摇人了。这眼刚消失的，他打断一下我直接就可以上了，这样我就很被动。我这边得等，这豹女可能会刷完一圈野再过来，我就很亏。他这波没有 T 了，直接挂点蓝把他秒了，差点伤害，加一口加回来了，一个没蓝一个没血。这 EZ 过来啊，过来全死了。这 EZ 闪现 E 过来给个治疗都能点的死了，我 Q 过去咬他了。这三个人全没状态的，妈的，就这两把每次他妈的都能打得过，每次都是对面支援比较快，要不然就是配合比较好，就打得很难受这样子。主要我们在这边打了很久了，他在那边补刀，这个人我都不让豹女发育的。主要蜘蛛这个英雄就是要搞事情，不能跟他对刷，刷是刷不过豹女的。来了我来了，这不可以直接越。去检讨打先锋，我待会开个先锋再越一次。不行，班中一定要抓上，班中这把没了，我感觉完了，没到他。
杰不见了，我不知道他去哪了，可以杀他，你信我，真可以，一定要杀一次，正常打的话这把赢不了了，这边会肯定会有人来的，我一个人伤害不够，就所以很多时候得队友配合一下，我要是玩的单人线我就随便杀了，这把下路很难抓，这个 EZ 又不会玩，他们又是一个莫甘娜加这西维尔，两个人都有盾，根本控不住他们这样的。我感觉这豹女其实都不会玩的这个人，你看他刷刀就知道了，他一直被我反野的，刷也不会刷，这个人直接把这个塔推了好了，也不见了，没事，等我过来先杀一个，你看这个杰都是阴魂不散，他妈的就疯狂跟着我，我都不刷野的，他也不吃线，他就为了搞我，你他妈还真敢来，交闪了，去不了了，去不了了，好多人好多人，杰来了，这人神经病吧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，你这个人线都不吃就过来恶心人，我走了，他不想让我回家，来点队友吧，勾回来勾回来，他要杀我了，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，给我点他呀，卢锡安，对面打的有点针对，这些人针对我个蜘蛛没有用的，我该打完的技能打完一套，我的作用就已经达到了，知道吧，我来个中亚，来个中亚就可以了，待会让他大我，我可以中亚跟E，也可以操作他，但我丸子又开始教我出装了，这纳什得优势才做，无脑做纳什干嘛的，就开始教我打游戏了，我为什么要做大事呢，我打他就是一套的事情，我现在欠缺的是冷却缩减跟这个生存能力，我出个纳什干嘛，我又不是玩征服者的，你要玩纳什要不然就是征服者，要不然你就是优势比较大，不然你不会买纳什的，或者你这边他对面近战特别多，这边缺伤害，大石性价比很低的，其实大优势做才厉害，而且一定要近战多的阵容，或者特别缺伤害，就只靠你打伤害的这种情况才可以做，我们这把不是很大优势就不必要考虑了，
可以上高地了，这个先锋。他们这么针对我的话，只要我顶得住压力，队友就很好发挥啊。玩游戏一定要有自己的理解，不要看你们看别人出什么就做什么。你看我每一把的出装，我都会或多或少有点不一样的，具体还是看场上的局势做出调整的。你看我玩人马劣势，我就不买水滴了，我买龙渣的。你们就看别人哎那么出哎那么打，你那么打也好，人家优势啊，有那操作。你也要看军事还是优势，阵容怎么样的，没有无脑出装的。很多人打游戏他就喜欢无脑出一套装备，没必要那样。就跟我玩皇子一样，我跟你们说，只有对面脆皮多优势大才会裸纯双甲的，不然一般还是出半肉比较好。所以你们就看我玩的时候，有时候出半肉，有时候出纯双甲，看情况的。以前征服者强可以带征服者，现在征服者弱就带电型了。因为没一眼看到我，其实我可以偷一个。我都感觉这些人很好杀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打的这么难。其实我这把没想玩蜘蛛的，我看这个中上 AD 全是物理伤害，那选个蜘蛛就比较好一点。这边挺聪明的，选这个轮子妈加这个莫甘娜。所以我这把我都不抓下路，给他们打发育就好了，这把抓中上就行了。下路全破了，那个大龙游戏结束了。没人要避，没他们不避我也不避了，这时候打得过就没必要回家买装备，破节奏尽量同步一下。妈的，咬死你！大家最后没点关注点一下吧，今天就搞到这边了。